我们先测一个人的高度嘛，然后这边掉下来，看有没有检测到。 可以，我们能检测到这个跌落的状态。我叫雅正邦嘛，然后我在香港土生土长，创业一开始差不多10年前，一开始我是在香港的数码港那边，到后面我是在通过一些网上媒体等等知道前海也在做一个 CD 平台，然后希望一些港澳青年可以过来嘛，然后我就立马申请了。 那一开始到的时候，我就被这个环境吸引了，因为真的是很漂亮，它这个低密度的设计，然后在这个深圳就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是有这么一个设计，甚至我是有一个感觉，觉得是像美国海外 Silicon Valley 的一个感觉。 Among Hong Kong young entrepreneurs, the Youth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 Hub, or eHub, is famous. Roger Yao found his fresh starting point here. Intelligent Security Personnel System. 之前我是有去过其他大湾区的地方考察一下嘛，但是我还是挺喜欢在前海。第一个就是前海是一个非常近香港，这个地理位置是非常适合我的。第二就是它在深圳这个位置，而深圳位置恰恰就是。 我们做一些软硬件，尤其是硬件的一个，我们叫天堂啊。这个全世界都知道，如果你要做一个硬件的话，你必须要来到深圳。哎，怎么？哎，喂，张毅，喂，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啊，对对对，我刚好是上周也去了趟香港。前两天，香港政府呢发展局推出一个就叫智慧工地安全系统，这边呢特别提到了一线员工。 必须要带一个叫智慧的检测设备，也许是那个智慧安全帽的，也许是这种手表。那我们这边都已经做了，这个很契合，就是你这两个产品。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呢就是围绕着这个发展局提倡的一个智慧安全工地系统，然后就开发不同的产品。也后面也希望把文件呢也可以让内地啊或前海啊去参考一下，也可以把相关的方案。 也可以服务到我们周围的相关工地的企业，对对，这个行啊，对对。到时候需要帮助，我们也可以帮你去对接这个。好，好，感谢感谢。他们有自己比较好的一套研发的技术，这个环境他也不是那么熟悉，所以我们也会经常跟他沟通，也会举办一些投资对接会啊、项目对接会啊，会为他们搭建一个交流交往的一个平台。 To young entrepreneurs from Hong Kong and Macau, Qianhai gives wings to their dreams. 不只是市场很大，同时间是可以让我们把那个产品有效去把它做出来。因为我们在这边也很清楚，哎，很多一些非常有资质的一些工程师啊、人才啊，还有一个配套，让我们可以好好去很有质量去生产。 这些产品，然后就卖到不同的地方。近年来，华区紧跟商区发展。In Shenzhen, variou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competitions provide stages for young entrepreneurial teams to make a name. Among them, Shenzhen,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u, Taiwan Youth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rofessional events. 从2016年到现在哈，已经累计举办了7年，也是吸引了参赛团队超过7500个。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港澳台的项目是超过了3500个。一方人发家致富，改变一个行业。我昨天听了，我抄了一整页的笔记，因为他说了很多点亮点。Hello， 我叫 Cindy， 来自香港，我们做的是一个。 智能造餐机，24小时无人的智能的化的一个食品的售卖机。我觉得这个比赛我们一定可以学习到别的公司他们的一些好的项目，可以看多一点。我觉得会对我们企业未来有一些帮助。This year's competition has attracted nearly 1,000 entrepreneurial teams. The participating projects cover electronic information, biomedicine, new material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gricultural creativity and other fields. 梦工厂是圆梦的地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每一个怀揣梦想过来的创业者是通过我们真真切切的支持，然后让他们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这次就是创业的话呢，跟这边的人呢有很多深度的一个交流，还有政府啊一些啊不同的机构，他们的一些领导也有这个交流，香港政府还有一些团体也有说前海这边比较开放的气氛比较适合我们去创业。首先的话，我们是对他们的产品做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和评估，然后呢就是结合他们的一个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些场地的筛选，然后包括还有像这个布场，还有像就是到实际的一个安装落地等等。With the help of the eHub, Cindy's product was quickly launched. Food suppliers from Hong Kong also came to visit. 我们想做一个平台，一个渠道，把一些香港美食的传统手艺百分百的呈现出来，给大湾区的消费者去品尝。我有时候会觉得，哎，哪怕在这边，要最终有个员工，比方一线员工带着我们的产品，然后呢在他危险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的产品他得到一些求救，那我就觉得一切都已经值得了。After nearly 10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eHub has incubated more than 600 entrepreneurial teams, including over 400 Hong Kong, Macau, Taiwan and international teams. And the total amount of financing has exceeded 2.9 billion yuan.Qianhai has become the first stop for Hong Kong and Macau youth to develop in the mainland. It's also a key engine for the Greater Bay Area development. Since 2010, Qianhai has rolled out over 800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in the fields of investment, trade, finance, and rule of law, etc. As a test field for China's deepening reform, it has demonstrated robust development momentum.